你就不喜欢看这个人，普通话说的让人难受。那应该去看新闻联播呀，普通话说的好啊。俺们这普通话也不太行啊。没有什么问题是脑门上的一枪解决不了的。这猴给我带个电刑，今天是要秒我呀，我这一看呢。全军出击。这把卢仙肯定是不太好活了。哎，现在西兰刀，我看看啊，西兰刀还是得要啊，还是得要一个扣，啪啪。哎呦我操，补个兵吧。抽一下，致命点烟，还好我等了一下，还好我等了一下。我要是闪现呢，就亏了。回家吧，这卢仙现在也没有破败了，我们可以出海妖杀手。我把饼干卖了吧，来两把长剑，或者是不朽盾弓也行，反正先出一个正武剑袋。这个肯定是不用的，这个没有什么用。这把如果对面杀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虚区环境可能不太会好啊，所以可能得出个盾弓。人没了，盾弓好用吗？盾弓好用啊，你可以把盾弓想象成是以前的绿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吓人呐，干哈呢？这可不行哟。抠起手的婉豪，你吐了。那婉豪打卢仙不抠起手，啥起手啊？一起手啊？你觉得一个卢仙会被板豪一起手打到吗？这波不算，这波不算，因为我要点他，你知道吧？所以，但那他也是 Q 起手的呀，对不对？他也是 Q 起手的呀。这么的吧，这把就出盾弓得了，我不要那海妖了。他也还是 Q 起手过来近身我们的，然后放的 E 呀，对不对？这不也是先 Q 起手的吗？你不 Q， 你加速没有，你上哪摸得着我去？我也不傻。
这把俺们家没前排，可能我要充当前排了。抠。换掉，一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扣一下。那人头很铁呀，哎呀，这卢仙伤害有点高哦，我发现呢。这要出个海妖，其实不比那威严虚区低。我觉得这版本 ADC 这是挺狠的，真的。这边干一下，哎呦，给我下一机灵！哎，我要抽你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不给他机会。哎呀，我动工差点钱呢，我有饼干，问题不大。啪啪，一啪啪，差一百，最后差一百，等一等，点一枪回来，再点一枪，再点一枪，一走，啪啪啪，哼，无所谓，嘿嘿，无所谓，死死了，猴来了。哎呀，我应该杀这猴的，这猴怎么才五级呀、啊？这猴没六吗？我靠，这猴才五级呀、啊！我早知道我杀猴了。我看那猴好像六了，我都没爱回头。那俺们家螳螂都七了，他怎么能才六？才五级呢？你给我干他！他五级猴，五级猴这么狂 ，W 还没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薅着尾子吧，这行不行？这薅着尾子，好，扣一下，哎，现在这个气定神闲是怎么说的？现在的气定神闲，在对一名敌方英雄造成伤害时，使你法力值回复每秒提升 4.0， 远程为 80%， 持续4秒。作为替代，所有使用能量英雄会每秒回复 1.5 能量。
这也太少了吧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没想到吧，我有盾弓，我还能吸。参与击杀可以回蓝，不好用了呀，没有以前厉害了。我觉得盾弓可能会被削啊，因为他的神话被动是加攻速啊，不对，是加攻击力和血量。凭什么加血量？凭什么？我就想问凭什么。打个红呢，小伙子，这个红 buff 啊可不能给你，这红 buff 是肯定要给我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我们偷袭一波，骗他一下，一啪啪扣，啪啪打不了，拆塔。猴不行不行不行，打不了，啪啪扣，啪啪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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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们需要一个蓝 buff 来把他们家蓝给他打了。西蓝刀，回家了，来一个夺萃之镰，我现在就近身跟你干，我可能都不怕。完了，猴来了。嗯，嘿嘿，哎，我不下去，我回家了。我们从上面走啊。这帮小傻瓜。这你哪能知道我在哪里回城呢？你说，我们等着猴把E交了啊，我们可以杀他。往左边点儿啊！哎，老猴，哼，老猴，大意了吧？让我偷袭了吧？我刚才 W 的时候我看着那嘎里奥了，要不然我们就在那回城了。来个攻速海吧，爆个鸡。
西兰刀可挺适合这卢仙的。被我直接突突死。呀，这猴闪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跑那么远啊？不对，他上边刚交的闪现呀。现在这西兰刀1.5秒吸地可是挺烦人的。哎呦，有点痛的啊。一啪啪出啪啪 W 啪啪一啪啪接一个出啪啪啪哭啪啪啪一啪呀，这怎么死了呢？死的有点快呀，这小伙子啊。这没死挺烦人的。老猴，老猴，干哈呢猴？秀一波啊！哎呦我操！暗行之爪，这什么意思？套我点烟？那莫格拉的盾怎么套的那么慢呢？这那莫嘎拉盾套的快点，我都不用闪。